位在嘉义县管道一五七线连接东石乡含宝地镇相当重要桥梁五梁桥，正由嘉义县政府办理新建桥梁工程，对二月七十开始进行第二阶段交通改道措施，预计五月十二号完工。不过现在传出当地居民伫咧抱怨，枫桥改道的票是无够完善，外地来游客时常到封闭的所在才知影要来回转，或者是得爱进入到城内的道路，地疏地附近的区域时常发生车祸，所以因是来建议施工单位要设置完善的改道票示。二龙桥新建桥梁工程进行第二阶段交通改道措施，原本会当通行的旧桥也封闭，民众必须来绕道第十七线，也就是管道一七控线。立在伫二龙桥附近的居民楼上主表示，二龙桥工程进度缓慢，原本工期应该伫旧年底完工，但是却延宕。你常常看到规工拢无工人伫咧施工，执意恐惊无法度如期完工。伊讲封桥了后，改道引导的标示无清楚，在地民众甲游客常常坐入去。正来修路，以为是开车为着闪避无熟悉路况的车辆，因此弄到电火条，立地书毁损。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改善引导的标识。有啦，迄个桥袂当过，啊，这桥袂当过，啊，平下做，啊，即块桥塌了了，哦对，啊，要想办法怎么去？啊，因素也无好势。安尼有咧外地人，怎落乌白？乌白撞去足危险的。迄狗安尼撞来撞去，哦，啊猫的咯，有够危险的啦！啊，这个是啥物原因啊？这个做遐久啦！啊，你若压到一个桥过，吼、哦，有三个，若压到一个，要最起码也是乌多吧？是毋是安尼？为着要刷，要找路，等于外围造成死亡车祸，啊，像这款，这政府就是当初无好好啊来规划这条。要按那指示替代道路拢无，它造成这问题，小差撞很多，包括我家己的车，我嘛有去报，为了弄一个他妈报废啊，应该差不多报废啊。像这我唔知道要甲对一个单位来申请，啊，只要家己高估晒呢，啊，无要安怎，无法度啊。啊，希望相关诶政府单位，包括建管处，啊，是这施工诶。啊，是行政单位，大家会当共同来协助，而且过来，这替代道路有的路暗是暗索索，这个大家行车方面就是会有很大的交通疑虑啦。政府存在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要保障居民行的安全啦，啊，无法度行的安全，啊，像这款物件，阮这一般百姓要安怎处理，也无法度啊。只好拜托这政府单位会当给阮一个行的安全、居住安全，谢谢。环府建设处处长郭良刚表示，二龙桥新建桥梁施工作业原本定在去年九月实施第二阶段交通改道措施，因为工程延宕延期，经过排除水中的障碍物，预计今年五月中旬完工。但是因为厂商工班调度的问题，目前进度落后，正督促厂商尽速解决并且赶工。乡亲欢迎改道引导标识部分将会再加强设置更完善的标识。新闻新闻，朱爱琴报道，采访报道。等。